筷子啊，他夹不起来吃，这都夹着懒得啦。不想吃就放到原来的位置吧。就是啊，如果你按这个的话，就开始喽。下笔下笔，老板，这个好难夹哦，我要放回去。这是玩具做的，我要吃。这个也很难夹，全部都很难夹哦。老板，没有酱油吗？酱油？真的没有啊？哎，老板，这真好难夹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本来就很难夹呢。哎，可以耶！他有副筷子。能夹上吃哦。好吃，我吃完了，然后放回去。根本就没有吃完嘛。对，吃完就在夹外了。等，你过菜了，你干嘛？你们要放桌上吃啊？可能有其他的是装酱油。哎，你们咪咪要放桌上，要吗？